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姨，在越南，走进越南，了解越南生活。我和我越南女友香草呢，从认识到现在啊，相处了3个月的时间。她也带我去见过她的父母。其实去她老家，她母亲呢私下跟我交谈很多。她的意思呢，香草在胡志明一个女孩子没人照顾，属实不放心，希望呢我能好好的照顾她。然后呢，前两天我跟她探讨过一个话题。我希望呢他能来到我的身边，然后和我居住在一起，这样呢我就更能好好的照顾他。但是呢这个想法一提出，结果呢他就拒绝我。我把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呢，粉丝第一的感官就感觉我应该是诚意不够，所以说今天呢我又邀约了他。我还是同样的想法，我希望呢他尽早呢跟我生活在一起。今天我是带着诚意而来的，希望我今天的诚意啊能感动他，能让他接受和我在一起生活，拭目以待。香草呢说了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到路口了。耶、yeah? 他说到了呀。你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你人。这不是忽悠我吧？你在哪里？不会吧，这也不是香草的性格呀，他从来没有骗过我。今天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说从这个胡同出来向右拐就能看到他，我这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人呢。他给我发个信息，他说他看到我了，是不是在耍我呢？这是不是香草给我的惩罚？我感觉香草应该是在耍我呀。他就说他看到我了。老公，我见证人。啊，嗯，你怎么藏起来了？老公，惊喜吗？惊喜，惊喜。嗯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有啊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。然后你想吃什么？啊？你想？啊、嗯，想吃什么？我去本小越南。又想吃煎饼了？呀，对。那走吧。这两天我老婆呢爱上了这个越南大煎饼，每次来我家呢都想吃煎饼。啊，草啊，他身上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两个人对一件事物呢有两个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，他会生气啊，表现在这个表情当中，但是呢他不会给你大发脾气的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的啊。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议论完之后呢，第二天基本上他就忘掉了，他也不给你发很大的脾气。嗯，真好吃。马上就到煎饼店了。啊，转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煎饼店了啊！我发现这段时间这不知道咋的了，兄弟们。某人呢也是喜欢吃这个煎饼，香草也喜欢吃这个煎饼。今天我要吃四个。四个。嗯。这个吃四个。哎呀，咱们来六个吧，六个 OK 吗？六个。OK， 那来六个。啊，大大二个，小小四个。OK OK， 能吃好事，能吃是福，多吃一点。我饿了。你饿了，很饿了。那今天老公让你多吃一点，吃饱饱。啊 ，OK。你喝什么？我喝假达。假达。对。嗯，怎么了？越南那边天太热了，出很多汗了。昨天好吃还是今天好吃？昨天是煎饼，今天你点的是这个，没有吃过。昨天的很好吃。昨天好吃。嗯，这个没吃过。今天好吃。真的好吃，没吃过。对了，你给我吃过，我才知道好不好吃啊。没吃过，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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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老婆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饱了。饱了。买单吧。多少钱哈？耶。问阿姨多少钱？
87。咱们白是多少？八。八拉手指头，这小学生。八。五六。七八。对，八。87。八十七。83，你看大叔都知道是83。对，大叔说的对，83,83,000对吗？给钱。你们发现这段时间其实呢，商草啊，这段时间中文呢是很有进步的。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呢？其实呢，他现在有一个中文老师，每天呢他都要上课学习中文的。最近这段时间不是写字吗？写字，写汉语，对，写汉语。写汉语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他有拍的那个写字的照片。你看我写汉语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香草，努力学习汉字啊，不光学说话，而且还学写字，字写的很漂亮，比我写的漂亮，棒棒哒。棒棒哒。嗯。来，对，厉害，很厉害。我们出去逛一逛 ，OK？ 出啊？出，我们出。Yeah。OK。和香草吃完饭呢，来这个市场准备买点水果吃啊。老婆，越南榴莲不是很出名吗？而且呢，价格又很便宜。榴莲。啊，我不吃榴莲。好好，老公不喜欢。老公喜欢，抽着也没关系的。老公，我就这个。你吃啥？啥？木瓜呀。大，老公喜欢。老公喜欢正好。嗯。好。正好就可以，不喜欢大，够用了。真的。香草够用。我和香草呢，从市场逛了一圈，现在在路边呢找了一个咖啡厅，他去上厕所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和香草发生了这个矛盾点啊，很多粉丝呢给出了意见，都说呢，我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，我并没有为香草付出什么，让他感受不到安全感。其实我感觉兄弟们说的也非常对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一份惊喜。我手中拿的是3000万越南盾。我对香草性格的了解吧，她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孩。如果我当面给他买礼物啊，或者说给他钱呢，他从来是不收的。所以说呢，趁着他上厕所，我把这3000万放他包里，希望通过我的举动，他能感受到我是真诚的，感受到我是认真的。发现到这个惊喜了之后呢，他能读懂我的心，能尽快的和我生活在一起。哎，OK 了吗 ？OK 啊。OK 了。嗯。你包就放在地上，然后呢？小心，注意安全，拿好。包拿好，不要丢了。我给你看包呢，刚才。他等你按了，多乖呀，冷静。啊，我害怕你包丢了，所以说换了位置坐在你这里。啊。包不安全。啊。人很多。我明白。OK 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回家吧。回家。回我家吧。啊？回我家。回我家，回家 ，two。不 ，no no no no。